家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2021年第一季度艺人贡献能力榜十佳男艺人出炉。Top 十，秦霄贤，本名秦凯旋，1997年1月5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，中国内地相声演员、主持人，毕业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。2021年1月参加东方卫视喜剧综艺《欢乐喜剧人》第七季，最终获得总冠军，以288万5724的贡献讨论量获得2021年第一季度十佳男艺人第十名。Top 九，张家元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，银河系乐团木吉他手。2021年参加邓超发起的国际青年文化交流男团成长综艺节目《创造营2021》，以317万9466的贡献讨论量获得2021年第一季度十佳男艺人第九名。Top 八，周深，1992年9月29日出生于湖南邵阳，长于贵州贵阳，中国内地男歌手。2016年6月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国立历写科音乐科学院美声专业。2021年参加创造营2021，以327万8245的贡献讨论量获得2021年第一季度十佳男艺人第八名。Top 七，周柯宇本名周丹尼尔，2002年5月17日出生于美国，美籍华裔流行乐男歌手、影视演员、男子演唱组合 BEST 成员。2021年参加创造营2021，以339万1740的贡献讨论量获得2021年第一季度十佳男艺人第七名。Top 六，于景天，2002年8月21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，成长于加拿大，流行乐男歌手、影视演员、舞者。2021年作为训练生参加爱奇艺青年励志综艺节目《青春有你》第三季，以514万7375的贡献讨论量获得2021年第一季度十佳男艺人第六名。 Top 五，米卡，1998年12月21日出生于美国夏威夷州，日美混血男歌手，男子演唱组合 Intercession 团长。2021年2月作为学员参加创造营2021，以535万8906票贡献讨论量获得2021年第一季度十佳男艺人第五名。第四名，赞多，本名宇野赞多，1998年3月11日出生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，毕业于智学馆大学短期大学部体育学科，日本男舞者、歌手，艾克贝斯旗下中日男子组合 Wake Up 成员，舞蹈团体队长。2021年参加创造营2021，以568万4474的贡献讨论量获得2021第一季度十佳男艺人第四名。 Top 三，力丸，本名近田力丸，1993年11月2日出生于日本兵库县，日本男舞者、编舞师、歌手，艾贝克斯旗下中日男子组合 Wake Up 成员。2021年参加创造营2021，以627万5009票的贡献讨论量获得2021年度第一季度十佳男艺人第三名。第二名，刘宇，2000年8月24日出生于安徽省，中国内地男歌手、演员、舞者，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。2021年参加创造营2021，以795万7889的贡献讨论量获得2021年第一季度十佳男艺人第二名。第一名，肖战，1991年10月5日出生于重庆市，中国内地男演员、歌手。2021年参加奇妙之城，以889万1558的贡献讨论量获得2021年第一季度十佳男艺人第一名。数据分析：一，以上十位男艺人年龄最大的是肖战，1991年出生30岁，年龄最小的是于景天，2002年出生19岁。这些小鲜肉是未来娱乐圈的主力。二，参加创造营2021的有七位男艺人上榜，占比70%。这个节目究竟有何魅力？聪明的你来回答。